在这个数据标当中，你的物品栏每30秒就会刷新一次。啊，すごい。好。兄弟们，我们已经进入这个世界了啊 ！OK OK， 好，倒计时开始了，还有28秒、27秒，我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就等着他送我东西，给自己定个目标吧，找到钻石啊！我们看看我们多久能完成这个挑战呢？好，还有3秒钟，3、2、1 ，OK， 挑战完成。他的前三个物品栏是不会被刷新掉的啊，只会刷新掉后面东西。我们把能喝的、能吃的全给他吃掉。我怎么这么快就完成了？哎，又刷新了。这钻石裤子、下界合金鞋子、4个末影珍珠，我们留着吧，给他喝掉。我们现在干嘛？我们现在去打末影龙，还是啊打末影龙？打末影龙去下去，下去就要去找火焰棍，没有火焰棍，我们就等着它刷就可以了。趁时间，我们做个箱子，把一些油东西全部放进去。对，赶快去卤树。箱子有了，把白药水捡回来，赶快放到箱子里面，来不及了。OK， 我们只需要里面。噔啊，这一个来一个火焰粉，没有啊，等他刷没关系，刷的时候我们把这些全部给他喝掉啊。再给我刷来了，哼，走吧兄弟们啊，出发。我来了，这里是哪里？无题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啊，就这个东西我随便一挖就挖掉了，懂了吧？炸不动我，懂了吧？就直接随便挖就完事了啊。我我这是我想太多，你总这样说，而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。他这个是到那个位置就必定被炸死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后期的合理。我们在被末影龙干碎第一次之后呢，我们是又重新去打了新的末影龙了啊，但是呢没有录上，我好难受啊。第一次没打过，第二次好不容易打败了，我还没有录上。你看我后面这些素材都有，一直到了沙漠啊，最后去摸地了，素材就这里戛然而止了。我这么难过的份上，各位小伙伴给我点个赞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